教具共有四款，指针之间互相联动，让小朋友学习时间观念。例如生活作息时间，小朋友起床的时间是几点？我知道是6点。那睡觉的时间是几点？是21点。可以让小朋友动手操作，更能理解时钟概念。背面有立架，可以立在桌面。